债务上的压力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，所以对我来讲压力是真的很大。许梦哲哽咽谢扛债压垮恋情，在这段感情上就我尽力了。28岁大学生了没的张艾雅14日哭诉与许梦哲结束3年4个月的恋情。15日男方上小明星大哥班前接受访问，有没有可能复合？未来的事还也很难讲。那看艾雅就是哭得这么惨，会觉得很会啊。虽然两人当初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如今分手原因除了对婚姻时间没共识，还有因为之前说真的蛮长一段时间是连工作都没有，好不容易有人愿意给我机会，那我当然很珍惜。现在有债务吗？其实最基本的就是房贷嘛。出道没多久我爸爸就生病，他工作量就减少了，再加上还有一些医疗费，那家里我们的开销。那艾雅知道吗？应该只有我跟我妈两个人知道。娱乐动新闻，我希望自己工作状况稳定一点，然后自己心里也会比较踏实一点。报道。